我是 Mina， 现在呢，我们位于美国加州城县的 Yubalinda 市。那我们今天要参观一个山景独栋别墅。这栋房子呢，它有一个非常好的特色，就是它有一个超级大的占地，2万英尺的占地，差不多是0.45到0.5 acre 英亩这么大吧。那这栋房屋呢，它比较大，它是5房3.5卫，3700多尺，大概是350平方米的居住面积。那它呢，建立于1989年，是独栋别墅。虽然说它的年份有一点长，但它所有东西都是换新的，包括地板啊、空调啊，还有厨房的台面啊，还有窗户啊等等，全部都是新换的。并且呢，它有一个很漂亮的观景阳台，后院呢有非常漂亮的艺术泳池。那这栋房子呢，它是独揽一山的风景。那么夏日的晚上呢，还可以看到迪士尼的烟火哦。那这栋房子的售价呢是164万9千，164万9千呢，你享有非常好的学区，880的学区评分，地税呢是1.1%，没有物业费。那享有整个城市的山景，白天呢有漂亮的山林景观，晚上呢有城市的万家灯火，真的是非常划算哦。好了，现在赶紧去参观一下吧。